世界杯来了，我们来挑战零基础踢出香蕉球。嗯，香蕉球好吃吗？它是一种足球技巧，让踢出去的球在空中转弯，从而避开人墙完成射门。球在空中拐弯，不可能吧？违反无底常识了都。这是真的，我们来试试吧。温馨提示，请在规范场地踢足球，并注意安全。请教一下会踢足球的朋友，我感觉我已经会了。踢出香蕉球，今年一年的香蕉我给你买。哦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要想踢出香蕉球，首先要斜向助跑，其次用脚背内侧击打球中下方，最后击球瞬间脚尖上钩。脑子跟不上。这样一来，根据伯努利原理，旋转的足球就会带动四周空气一起旋转，形成气压差，从而踢出一记香蕉球。对击风吧。脑子坏了，腿没跟上。没关系，我们都是技术。看来这项挑战对于足球小白来说还是太难了，要不咱走吧。走？就这么放弃了？一年香蕉不要了？放弃？是啊，现在放弃之前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？那就再试试吧。算了吧。再来。我爸常说，努力不一定成功，但放弃就一定会失败。